Freestyle 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不是摔倒扭伤后的云南白药，也不是过度练习后的髌骨软化，而是拿起球，换上装备后，对着镜子告诉自己，居然还可以梦想，居然还可以期盼希望。这种感觉真的不错。我爱 Freestyle， 虽然它不能涵盖我的整个生命，但我却愿意尽我全力去诠释它的精彩。